全放进去。全放进去。就是煮完什么面条直接进去。这个面很容易熟，健康就行。另外这个面是非常筋道。但我知道猪喜欢吃羊肉，那个烩面。Okay, 对，我们安教练。安教练，安教练。我这做的太好了，你知道吗？我这个特级大师都不轻易出手。送行面条来喽！像样的吧，是吧？嗯。我这大餐呀，好，两个孩子啊，我和安导代表全队送你们出征这个一个土耳其一个意大利多好地方啊！祝你们首先呢身体健康。啊，比赛呀、一切顺利，生活上能够开开心心的。这个呢，给你们两个，一人一个路上啊，带上它叫路路通。我和安导呢商量了半天，我们那个觉得你特别有天赋是吧？这次那个新闻发布会第一次招呼就敢招呼英语。啊，对。英语900句呢，是我刚开始学英文的时候用的，特别好用。所以呢，明年。回来我检查你的英语啊！我这样，好学习，先生。我这就给安导做翻译了，我明年。而且你们能再次踏上征程，希望你们俩在国外自己照顾好自己。来，干杯！谢谢大家。